崎岖的经过，要见望幸福沿途。我已经见过师母了，一切平安，谢谢你载我一程。轻轻穿过了时光卷起的暴风，两双手依然选择继续紧握，不计较什么，只要笑比眼泪多。再多人怀疑，被你信任就足够。灵魂像装饰的视线交错，有些话不用说，你都听懂。我决定，我绝不会和你错过，交换所有成为彼此。活久见呢？居然主动添加好友，还是个女的，不行啊，想你，很特别吗？不特别，但是他是医生。他救过小军。同居多久了？不及咱俩的万分之一。算你狠。我怎么觉得你对他的态度有些不太一样呢？哪儿不一样？你看，为了送他去机场，你把我一个人晾在医院那么长时间。你推迟了归队的时间，而且还要承担被旅长骂的风险。这理由还不够多吗？还不够明显吗？你再不快点开，我就多了一条骂你的理由。是。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，春蚕到死丝方尽，养蚕致富心中苦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